10月31日，中国有嘻哈总导演车澈宣布，中国有嘻哈原班人马倾力打造一档自制综艺节目《热血街舞团》。现场，总导演车澈公布实锤，宣布鹿晗、陈伟霆加盟节目，任热血召集人。此次鹿晗和陈伟霆也专门录制了召集 VCR 助阵，号召勇于表达的街舞爱好者来参与节目。除此之外，国际多个典籍舞团和编舞团队也会参与到节目当中。差不多的光，差不多的光，说的差不多，方言的话，时间也差不多，该跟我那差不多的家，差不多的乡。